常常会遇到身边有蛮多的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摄影新手适合什么样的相机呢？那我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特别做了这支影片，来告诉大家你应该怎么去挑选你理想中的相机。那我先说这部影片呢没有任何厂商的赞助，不过如果有的话也是很欢迎啦。 Sony 你听到了吗？那各大相机厂呢他们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特色，那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就像是 Canon 啊、 Sony、 Fujifilm、Lumix 或者是 Nikon 这之类比较常见的，当然我知道还有像是徕卡或者是 Kodak， 但是呢我今天这部影片啊主要会聚焦在 Canon 跟 Sony 上面。那至于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我只用过这两家的相机，当然这样讲起来会比较有说服力，毕竟我自己是亲身用过，所以我才敢推荐。那各位要注意哦，因为这部影片的出发点是以新手的角度来考量的，所以我里面考虑到的因素都是以新手的角度出发。那第一个考虑的因素就是上手的难易程度，我想这一点其实 Canon 应该是完胜 Sony 的啦。我之前是用过 Canon 的 77D， 那我现在用的是这台Sony 的 Alpha 6400。 我必须说 Canon 的使用者界面真的是做得非常简单易懂，不会有一些很难懂的那种摄影术语，你懂意思吗？而且 Canon 它还有新手模式，就是哪怕你是第一次去用单眼相机来拍照，你也不会被里面一些很复杂的摄影术语搞得乱七八糟的。那至于 Sony 呢， Sony 它的操作者界面我跟你讲就是非常的反人类。我那时候刚从 Canon 的系统转换到 Sony 的时候啊，我找个 ISO 设定找了老半天都找不到，你知道吗？ Sony 的使用者界面就真的是超级反人类的。再加上呢 Canon 的触屏真的太好用了，它的灵敏程度其实就跟你市面上买到的那些触控手机的那种触控灵敏度是差不多的。 Sony 呢却只能很悲剧的使用触控来对焦，整个体验上面感觉超级差。而且Canon 的萤幕它可以翻转，不是说 Sony 的这种翻转哦，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翻转，它可以转到旁边来，转到怎么转都可以啦。那至于 Sony 真的是很悲惨，无论是它的 Alpha 6000 系列或者是 A7 A9 很惨，他们只能到这样子，你知道吗？这到底要好啊。也许拍摄影片上面是蛮方便的，但是如果你是要拿来 vlog 或者是拍摄这种类型的影片，你没有这种东西你要怎么拍，你要怎么去构图，你知道吗？ 很难啊。然后 A7 A9 它竟然只能这样子拉到这样子。那假如说今天有个情况是我要拍摄这种低角度的照片，你知道吗？比如说你拿广角要拍个建筑物，然后你想要这样子低角度去拍，我根本看不到我的构图，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在拍用 Sony 的相机拍照的时候啊，我每次只要这样的时候我就好痛苦，根本看不到我相机的构图，我只能就是拍完之后然后看一下再去修正我的角度，不然我根本看不到啊。那如果是 Canon 的话就超简单，你知道把那个你的萤幕这样子翻过来，然后你就可以完全在这边就可以看到你的构图，超方便。所以呢在上手难度上面的话，我会说 Canon 是一定完胜 Sony 的，这不用讲。那毕竟画质对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像一个食物好不好吃是非常重要的，你好吃才会吃它嘛。那一个相机最重要就是画质。那我想身为前两大厂的 Canon 跟 Sony 的话，他们在这个地方是其实是不分轩轾，几乎没有谁比较突出的地方。所以呢在画质这点上面呢， Canon 跟 Sony 我想他们是平手的。 OK， 我们来到第三个因素，后置空间。那以拍摄人像的角度切入好了， Canon 在人的肤色上表现的是比较自然，那至于 Sony 呢，它很常出现所谓的 Sony 黄。我自己拍人像的时候呢是一定会在后置里面去调整人的肤色，因为不调整的话像我现在用的是 A7 III来拍，如果不调整的话我像是这样子，你看有没有，整个人就是偏黄。 Sony 呢虽然发色比较黄一点，但是 Sony 在人像的细节跟整个锐利度的表现是比 Canon 好上蛮多的，那这样也给摄影师比较多空间可以去后置。而且呢 Sony 在低光源的拍摄表现呢是比 Canon 来的好上好多倍的，所以我觉得在后置空间这个方面的话是 Sony 取胜。那我们来到最后一点， CP 值。那这点呢我们就以 Canon 的 M50 跟Sony 的这台 Alpha 6400 来做比较，因为他们这两台相机啊，在定位上来说是蛮接近的，他们是属于相同定位的相机。那以性能来讲呢，两台其实是差不多的啦。
只是 M50 呢，它有五轴的机身防抖，它是属于数位防抖。但是呢 ，A6400 它有的就是 1080p， 然后可以拍120fps， 这对于常拍影片的使用者来说比较友善，因为它可以拍到慢动作。但是呢，这7000块的价差，其实你可以拿来买镜头、买麦克风、脚架或者是一些备用电池、其他必须的物品。所以呢，我认为在 CP 值方面，就 Canon 跟 Sony 这两台入门的相机来讲的话，我认为 Canon 是优于 Sony 的。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 ，Canon 在上手程度跟 CP 值来讲是优于 Sony， 那 Sony 优于 Canon 的呢，就是后置空间。所以对新手来说呢，我个人会推荐 Canon 的相机，因为 Canon 相机它容易上手，加上镜头群选择多，镜头比较便宜，而且新手对后置是不太了解的。Canon 的发色跟色彩空间、色彩科学是对新手比较友善，不需要过多的后置调整。就当然，我们在讨论这么多参考的因素之后呢，我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你自己喜欢的相机。像我自己，虽然我在知道了 Sony 它这么多缺点，像这个荧幕这么烂，我就算知道它这么多缺点以后，我还是选择了 Sony， 不为别的。这只是个信仰。那如果之后呢，你想要看到更多关于这类型的影片，无论是运镜、构图、调色，或者是动态摄影、静态摄影之类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 ，peace。